缸，底缸，打料缸。我们先来演示一下，主缸下行，回沉，底缸上行，底缸上行，打料缸。还有三个缸组成，主缸、底缸和它的一个打料缸，三个缸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操控界面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主要有八个子菜篮组成。第一个部分是设定它的位置，三个线位：上线位、工径位和下线位。压力设置，时间设置可以设定三个缸打料的延时，液压参数可以调控对精度进行调节。配方可以方便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进参数设定，直接读取就行了，然后放置在 ST 卡里面，取出来可以随时进行管理。报警参数显示机器运行故障的一些报警信息。IO 表显示各个输入输出点的工作情况，方便维修。监控画面实时显示各个主缸的位置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机器的控制系统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进行演示一下子。主缸下行，主缸回沉，底缸上行，打料缸。它一个手动模式，我们现在来演示它的自动模式。先将底缸将按钮旋转到自动模式，按下两个开关，主缸下沉，底缸下压，回沉，底缸底部。我们再开一次。一个自动模式，两个。